伏羲之九真，三皇之一，对吧？九真来自伏羲啊。伏羲干嘛？那个天道易经就从伏羲这儿传下来的，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。他创造了九真，就是禅意缘体风皮缘力好像那，我们不要忘了，从伏羲这来的。接下来呢，就是神农、尝百草、食有中药、神农本草经。昨天啊，我们去那个古籍出版社，我看到一种现装本的《神农本草经》，特别兴奋。他们也没有了，就最后一本。我说这个就归我了。哎，真的很幸运，我很高兴。现装的，很古老，原版的。和我们几个去啊，王总也去了。我们到那个古籍书店。